今日是我被困在这间房的第七日，自从那天收埋司机钱被老婆捉到，他就罚我要困在这间房度一个月，而他自己就去了旅行，还要叫这个女人来监视着我。你都有今日啦，困你在这间房度有排你收。不要这样，我已经被你罚了整个礼拜了，你在这间房又没有电视又没有电脑，还要对着你，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。我对着你才是对我最大的惩罚啊。不过见到你现在这样，我的心特别舒服。不如这样，我变个魔术哄你开心。哎呀，原来你还有私的钱的。不知道相比变会太高点呢。旅客要命啊。那你快吃饭吧。知道你平时吃开那些东西一定很辛苦的了，今天吃串烧。哇，这么丰富啊。旅客，如果你不放我出去，不如你帮我上网啊。我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我太好人，一日十分钟怎样？好啊，多谢旅客，多谢旅客。每日十分钟可以做些什么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间灵机一触，我决定要找外援。迪朗，你记唔记得我啊？以前我有同你一起影过相噶。吓，咁都及照？依家唔系讲呢啲嘅时候啊！你爸爸需要我哋嘅帮忙啊！入去先讲啦。嗱，你听我讲，迪朗，你爸爸真系好惨噶。为咗解救佢，不如你俾佢申请一张大山银行信用卡啦。出街之后，佢就可以喺佢每日上网嗰十分钟里边买佢想要买嘅嘢。咁佢喺监狱啊，唔系喺屋企就唔会闷到发癫啦。咁佢应该点样先可以申请到大山信用卡啊？我一早预咗呢个问题，所以我早有准备。一般申請信用卡咧，首先第一步你要落樓，然後你揾附近嘅大新銀行，然後再攞一張信用卡申請表俾你老豆，然後你老豆咧亦都要準備身份證。叔叔啊，大新銀行手機有 Easy 通搖佢申請，唔使咁複雜噶喎。係嘅咩？郭小芳話，你只需要簡單嘅三個步驟就可以完成申請，唔使加文件，跟住時批埋添啊！估唔到你咁細個就識咁多嘢，果然聰明。不過我喬裝打扮入嚟，透露情報俾你，睇嚟你老豆就交俾你啦。哇，咁好送嘅今日，见你呢排几生性，咪俾啲好嘢俾你食咯。系喎，你同迪朗好似好耐冇见咯。睇住时间，唔好倾咁耐。老豆，你只有十分钟上网时间噶咋，我哋开始啦。好。我事先已经做咗功课，老豆，你用大新 Easy 通摇佢申请，最快十分钟时间。就可以申请到兼批埋噶啦。十分钟都唔使啊。系啦，爸爸，你惊唔惊网上买嘢唔安全啊？傻猪嚟嘅，老豆查过啦，依家系大新手机 app 申请大新信用卡，即时批，仲有10,000蚊信用额，够晒上网买嘢，又唔使担心信用额太大有啲咩风险。依家仲送你一年全港独有嘅依家宝全方位网购保障计划，无论结果迟咗、坏咗、烂咗，要退都补啊！有咩事可以简单咁上网 cam 翻就得，网上购物安心晒。到时买啲咩，老豆唔会忘记你嘅。电诈宝测验卷定老豆面。吓，一包老豆面咯。仔。做人有啲要求，两包。哦，多谢老豆。如果冇乜嘢嘅话，我先走先啦。我啲餸咧，果然可以谂到呢个方法嘅我，实在太有智慧啦！我每日就利用呢十分钟时间，用大新信用卡买游戏机，买最火爆嘅游戏《动心》，买限量英雄模型，想买就买，买埋最新款手机，上网订购埋串流平台，煲剧煲戏打发时间冇难度。依家只要等迪朗帮我拎埋速递，我就可以摆脱呢种生活啦！自从我嗰日用大新卡上网买嘢之后，点解仲未收到货咧？冇理由噶。不过我依家补唔使惊嘅，仲未放饭嘅。迪朗，迪朗 ，Daddy， 做咩事啊，老豆？迪朗，你头先手上部游戏机边度嚟噶？吓，咪 Andy Doris 赠嘅龟，
送俾我嘅礼物咯。仲扮嘢？啲游戏机同个游戏，我今日上网买噶。你个衰仔，你将我啲嘢据为己有啊？老豆啊，我哋一家人嚟噶嘛，你嘅嘢咪即系我嘅嘢。你睇住啊，你等我出翻去，我准备帮你补多几个补偿翻。咪住，你谂下喎。如果媽咪知道你正正經買咗咁多嘢，會繼續問你幾耐啊？嗱，你不過我都唔會唔理你嘅。嗱，兩包老豆面夠你食噶啦，拜拜。你攞翻嚟啊！迪朗，你想唔想打游戏机啊？你老豆用大新信用卡买咁多嘢，你帮佢咁多，净系得包老豆面，不如唉，啲男人成日都自作聪明，以为可以瞒得过我同表妹，俾啲教训佢哋就啱噶啦。不过佢条桥几好，用大新银行手机 app 申请信用卡买嘢，简易又快捷，仲送依家宝全方位网购宝。等我可以安心上网扫货，所以我依家都即刻申请咗一张啦。咁我就可以见到靓袋嘅时候，仲可以随时提供入息同埋地址证明嚟申请加额。咁我就可以买多啲靓袋啦。你哋都快啲申请啦，借定唔借，还得到先好借。